吉祥啊，真大个场的这个盛事吼，是咱二教公庙啊，咱这个过去的活动吼，啊，就要来开始吼。啊，咱大所了解的啊，咱教公庙过去这个活动，也单以跳过火，是咱无形文化资产所保存的一项目。所以每年啊，咱拢甲咱的康公所啊，甲馆长吼。啊，共同来啊，发展着这个民俗活动。啊，今年啊嘛真拄好吼，啊拄拄咱也就刚好是107年的元月一号，啊，介久一个三天的连假吼，啊，欢迎各位乡亲啊，咱这个假中间也使来王公庙来行行看看，啊，抓冬季啊，跳过活动，尤其是咱今年吼，有三天的连假，所以咱活动啊拢提早就开始啊，啊，咱12月23就开始。每一个啊假日，拢一个连续性的一个系列活动，一直延续到咱王公生。啊，王家王公生刷了，啊，咱已经等了20年，啊，举办的咱的王公的这个神庙吼，目前嘛到一个阶段，咱要向王公啊，咱就会安坐。